我今天给小公主涂颜色了，哎，我没有画画笔。哎，怎么哭了呀，宝贝啊？我没有画画笔，不能涂颜色给小公主。啊，没有笔，不能给小公主涂颜色啦。哎，等着哈，妈妈去给你买一个笔去啊。来，宝贝，妈妈回来喽，笔买回来喽。看看今天看看这是什么笔呀？我们把它摘开看看好不好？好。看看这个笔适不适合呀？妈妈，我们一起用吧。哎，小妹妹过来了，行，和姐姐一起用好不好？打开了，拿出来看看。哇！哇，这个马克笔好。我最喜欢，还有小印章。对，还是24个颜色的，是不是？我看一下。哇，每一个都好好啊，看起来啊。我们来试一下，涂一下。紫色的，好，我先拿黑色。涂上看到头发，对，涂上颜色，涂完了我看一下哦。不行，我看到这个笔好不好啊？好。你们两个人谁上学的时候带着呀？我。哈，谁表现好我就让谁带。行，谁看画好，行吗？行。